是要创啥？我等下吼要去拜拜啦，啊要烧金纸啦，啊搁鞭炮啦，啊你较热闹啦，啊吼有足侪烟的啦，所以我就先滴济啦。嗯啊，环保局拢在讲，即卖金纸爱做火烧。哦。嘿啦，而且即卖嘛鼓励大家利用以工代金、以米代金的方法，对生命的善意一点啊拢未减少哦。你敢知你即卖起来位置最是大？这是破主配天宫，也是嘉义县市庙环境优先维护示范区。嘿，啊不只是这样尔，像咱新港洪天宫嘛是规划示范区啊。啊，这示范区是要注意啥话啦？像这炮啊哦，伫个示范区内底，为八一年八月二十八号开始，两年来，唔啊是个人啊团体吼，逐天会当放炮啊的量，敢若四十箱尔哦。对啦。而且吼，第三冬，民国113年八月二十八号开始，就要减少到剩十箱以内哦。结束。啊，搁有这啦，放炮线，遐个炮火啊，搁有粪扫，就要随打扫处理煞，那是影响环境卫生哦，是会罚钱的哈。啊，你会罚钱哦？太管遮多啦，我唔好放蹦蹦。咧当然啊，放炮啊哦，造成空气污染，唔那是影响到健康。迄住咧附近的民众，迄生活品质嘛无好，若无说你可能会造成火灾咧。啊，你我知啦，无烧金，无鞭炮，生命赶快无减啦。